今天主要看一个片语叫做 at the drop of a hat， 帽子掉了什么意思啊？啊，所以我们来看几个 fast hole， 透过故事来了解。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启读。OK，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下去。啊，这第一个故事我觉得很可爱。I'd leave my wife at the drop of a hat， but I'd miss the cat too much. He's the love of my life， and I fear I'd lose him in a bitter custody battle。啊，结束。所以这个很可爱的一个，我要故意写可爱的。所以他说的是呢，啊，这边有一撇 d 哈，下面也有这边有一撇 d， 啊，这有一个一撇 d， 所以这三个是一样的结构，就是我会怎么样？那不是 will， 因为 will 是以后真的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 I will do something， 啊，不是，这是 I would leave my wife。所以这就是一种，其实就是假设语气，他现在没有要离开老婆，可是他。如果真的可以离开老婆的话，他会这么做，这样子 ，OK。所以我是呢，是我是会在这样的状态下就离开我老婆的。可是呢，我会想念猫，想念的太多，所以就因为想念猫，想念的太多，所以我就不会离开我老婆啊。所以这都是跟事实相反的一个状态。所以他需要想念猫吗？不用，因为他没有离开他老婆嘛。啊，要是离开老婆了，就会想猫想太严重。那问题就是没有要离开，所以也没有想猫想的那么严重。两个都是跟事实，现在事实相反的东西。好，所以这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这里是 I would 而不是 I will。OK， 所以 I would leave my wife at the drop of a hat 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很快来看一下这个片语的意思。这边有没有打出来？哦，结果我竟然没打出任何没有 copy paste 一些注释，我就直接口头上讲好了。这个 at 这个介系词，所以你无论如何把这一串字看下来，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介系词片语。那你知道介系词片语常常可以表达出像时间的概念啦、地方的概念啦。你说 I'm at the school, I'm in the library， 你看介系词加一个名词，表达地方，对不对？表达状态，说 I'm in agony, I'm in a lot of pain， 啊 ，in pain 啊，处于一个痛苦的状态。所以介系词加名词，表达状态，表达地方处在哪里，也可以表达时间，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对不对 ？At 3 o'clock， 所以这个 at the drop of a hat 就是时间类似的概念。帽子掉下来 ，the drop of a hat， 掉得快不快？应该蛮快的。所以这其实是在表达说，以前人家在打架还是干嘛的时候，你把那个帽子放掉，帽子掉到地上就开始。哦，所以以前没有枪，例如说啊，准备好，砰，然后像现在赛跑一样，鸣枪，然后开始跑，不是，以前不会这样子浪费一颗子弹，大概是 ，right？ 所以在19世纪的时候，他自己说，可能就18几几年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帽子放掉，掉到地上，一件事就开始了。所以其实延伸下来是，就是这是一个很快速的事情，一个帽子从手上放掉到地上，应该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所以这简单的说，这也就是说。我啊，要是真有这个机会，我就想都不想就离开我老婆、啊、速度很快的。OK， so I would leave my wife at the drop of a hat， 所以我是很快就离开我老婆。可是呢，想念猫太严重了，所以舍不得离开猫，所以他就不会离开老婆。所以总之啊，这边的表达意思就是啊，我要离婚也是很快的啦之类的这样子。好，希望你是听懂了。那所以他就说。他是他的这个人生挚爱 ，he 所以知道猫是公的 ，he's the love of my life， 那他就会担心 ，I fear I will lose him， 所以他就害怕着他会失去他，那可是这也是假设语气，因为他并没有离开他老婆嘛，哦、所以他会失去他 ，I will lose him in a bitter， 在一个很苦的、很痛苦的、很多折磨的这个 custody battle， 所以 custody 这个字就是我们讲说在这个亲子关系中的监护权，可是也不见得只有亲子关系中，像例如说你今天犯了一个什么罪，现行犯啊，你去偷人家的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就被人家现行逮到。我们顺便讲一下，要是你做一件事情，现行犯被人家逮到的话，公民逮捕啊，那个就叫做 you catch somebody red-handed， 就这个 red-handed 就是他正在犯行的时候被你逮到了。所以这个 red-handed 是他的状态 ，OK？ So if you catch somebody red-handed， 就表示你逮到他在犯行的现场这样子。那刚刚还有讲到公民逮捕啊，所以要是我们今天这个概念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就算你不知道的话，顺便说一下，就是你如果说你今天看到有人在抢劫好了，那你会说啊，这不关我的事，我不是警察，我不能逮捕他。哎，不对，
你看到这是个犯罪行为，就任何的公民都应该可以去上前制止。所以这并不是说你没有职权做这件事情，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公民逮捕。那英文怎么说 ？Citizen's arrest。所以真的是，真的是翻译成公民逮捕一模一样的词啊 ，citizen's arrest， 就 catch somebody red-handed。好，那怎么讲到这里？哦，讲到要是你今天真的现行犯被逮捕了，就你就被警，然后警察就把你铐着，铐在一个椅子上，铐在一个什么上，然后反正就把你也羁押起来了之类的。所以你就在处于警察的 custody 之下 ，so you're under police custody。欸、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就不是亲子的一个关系，总之就是你被谁控管住了这样子。所以什么叫 custody battle， 就我们在讲的就争那个监护权，好，一个爸爸跟妈妈，或者你讲两个同性也可以，总之呢你们抢小孩的监护权，这个我们就统称为 custody battle， 好，听懂就好了，没问题。 Alright， 好，我们再往下看，就看再看第二个故事吧。也蛮搞笑的，说 read a book on Stalin、which highlighted his communication style and language. Realized, to my horror, that I had taken on his tone and language in emails with colleagues. This has yielded speedy responses and completed work. The mustached genocidal maniac was onto something. 句点结束，我觉得这很可爱写的。那这边他读了一本书，那他都省掉了主词，说 I read a book， 那 I 省掉。So read a book， 读了一本书。讲的是史大林、哦、还是我们史大林还是史达林，随便啦。所以就是那个你知道吗，所以这、二战的时候、俄罗斯苏联、哦、那个、欸、是不是那时候已经叫苏联了，不管了。所以总之呢，就那个时候的一个、政治强人史达林。So read a book on Stalin, which highlighted his communication style and language. 所以这个书呢就特别强调他的沟通的一些风格，或者他使用的一些、哦、他的用字遣词之类的。特别强调了一下下，结果他就是令他很害怕的是，他竟然就学了他，说 realized 这个 realized 他，一样他省掉了主词，说 I realized that I had taken on his tone and language in emails with colleagues。那这是很令他觉得，哦，我怎么会这样？所以这里才加了一个逗点逗点加起来 ，to my horror， 其实可以放句首。所以这个 to 谁的什么东西，其实是我们很常看得到的。所以像如果说今天你看了一件事情啊，令我很惊讶的是，这个竟然继续这样发生，所以我们会看到 to my surprise， OK， to my surprise， 常看到哈。所以令我惊讶的是，在我生日当天，我老婆竟然把早餐都煮好了啊，通常从来不煮早餐啊。To my surprise， when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found breakfast on the table， 啊，cool， OK。那也很常看到的是 ，to my delight 也是会、啊、就令我很哎、欸，我很愉悦的发现到什么什么是怎样这样子。OK， 那这边用的是 to my horror， 令他觉得很可怕的事，所以这放在句中 ，OK， 放句首也可以。So to my horror， I realized， 就我了解到 ，I had taken on 这个 take on 这个片语，一般来说是接受什么挑战啊，所以 take on a challenge。那这里当然不是接受挑战，这里的我们大概粗略理解就是，他竟然就把这个东西给啊用到自己身上，就偷来用了的感觉。OK， so he took on， 而且他用了这个就哎、欸、过去完成时，读完了那个书，然后他后来理解到说，哎、欸，结果不知不觉可能在读完前就已经哦开始这么做了这样子哈、哦。So I had taken on his tone and language， 所以他的语调啊或者他的用字遣词，在他跟同事间的 email 里面。所以你知道吗？你知道他是一个独裁者 ，dictator， 所以他用的一些词或什么之类的，可能就是比较有权威一点点 ，authoritative 一点点。所以这个呢，就造成了很棒的一个结果。So this has yielded， yield 这个字就是得到，简单的说。那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得可以是你得或别人得啊，例如说你把你公车上的位置让给一个老弱妇孺啊，你就可以说你 yield 这个座位给谁谁谁。So I yield my seat。To an elderly lady， 这是 OK 的。所以这个得不见得是自己得，可是也可以是自己得。那自己得，例如说我的投资赚了 10% 的回报，算是不错。So I yielded 10% on my investment last year、啊、大概这样也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得到了。So this has yielded speedy responses。所以就是，哎，同事们回信回的超快，因为似乎感觉到我的话中好像有点那种权威感啊，马上就回信。Speedy responses， 以及什么？
以及 completed work。 所以 work 这个字我们最近常在讲，就是你只要不加复数就是工作，因为它是不可数的一个量，那你加了复数可能就会变成作品之类的。 So I have lots of works、啊、这是我有很多作品。 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那是我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这边讲的是工作，那前面加一个 completed 什么意思？其实这边我如果是考题的，就是要是我是托福的考题、啊、不是托福、啊、要是多益的考试或者是高中程度的考试，我就考这一题 completed work 还是 complete work。 好，那这个是有差别的。 complete 这个字虽然说是动词，可是它也可以当成形容词，也就是说放在名词前面，所以 complete work 其实并不是错。那什么叫 complete work？ complete 就表示它是 incomplete 的相反。那你说、哦、你这样回答等于没回答到。什么是 incomplete 呢？ incomplete 就是不完整。 OK， 90%、啊、叫做、对不起、这样讲应该还是可以、啊有缺东西啦，简单的说。所以要是我今天把一个工作分成了三份给三个人做好了，两个人交了，另外一个人还没交进来，这就是 incomplete。 OK， 你不能说这叫没完成，这叫没完整，听懂我意思吗？那如果整份工作交给你，结果你没有把它做好给我，没有完整给我 ，OK？ 哎，没有完成给我，你看我中文都卡到了哈，没有完成给我，没有做完，那这样就叫做就它就是 completed 的相反的这样子 ，OK？ 好，好，所以这边这个概念，它要用的就是 completed work， 就是完成了的工作，而不会是后面的这一个 complete work。OK？ 好，所以。像我们再多举一个例子好了，我如果说我的人生完美了、哦、像 我记得以前有女明星会说啊， 我很想买哪个包哪个包啊，那个包是我最想要的，收到了这个包我的人生完整了，没有再缺任何东西了，她就会说 My life is complete、啊、这样子可以 OK， My life is complete。 好，所以这个概念大概应该 OK， 所以特别 highlight 一下这个字啊，讲一下。所以总之最后一句她就说 The mustached genocidal maniacwas onto something。 所以这三个字可能你都不认识， mustache 其实大家还算是知道，所以 mustache 就是上面的胡子，下面的叫 beard， 所以它是有胡子的、啊、所以说它用一个被动的形容。我们也讲过，就是说要是今天你在你我们如果是身体上的，不管是有形无形的啊，脑袋啊或什么思想啊这些的，它要是变成一个形容词多半是被动的。 OK， 被动的啊、所以像例如说呢、手臂很长就 long armed、啊、或者是腿很长就是 long legged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 mustache 变被动的，所以长有胡子的。那 genocide 这个字就是种族屠杀、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斯大林、啊、独裁者、啊、种族屠杀，所以 genocidal、啊、想自杀就 suicidal、啊、这些词很常看得到。那 maniac 就是那种、啊、神经病这样子，狂人、啊、所以这个长胡子的种族屠杀的狂人还真的是有点意思呢，这样。所以就是 was onto something。 So if you're onto something, be onto something, having done or discovered something。 所以他还真发现了点什么呢、啊、发现什么？发现他用一些什么 authoritative 的一些 language 还真的让人家好好配合他来做一些事情这样子。 OK， 所以这边的意思大概就是哈，这个家伙斯大林还真有两下子这样子， was onto something。好 ，OK， 到这里差不多了。我们讲两篇，大概其实哈 ，short and sweet。那有没有能不能复习一下下？刚讲的 custody 啊，就是那种监护权啊，还是之类的。那要是你逮捕一个现行犯 ，you catch somebody red-handed。那要是你做的是一个公民逮捕 ，citizen's arrest。好，可以。然后再来就是啊，令你惊讶的事，令你开心的事，令你害怕的事。So to my horror, to my surprise, to my delight， 都可以放在句子的前面，甚至中间也可以。OK， 后面还是可以的，其实不是不行，这句子想象得出来。那 take on 我们刚刚一般说来说是挑战啊，接受什么挑战？可是这边的是他竟然学习到了他的讲话的音调或什么这些的啊。那得到很快的回应 ，speedy response。那 completed 则是完成的。Complete 则是没有缺东西的 ，OK 好，完整的 complete， 好，所以它是完成了的工作 ，completed work。好，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